好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。那么对于有些，尤其是在这个行业里面，这个很多年的人，也许这个问题都难搞懂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什么？伤官伤尽格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四柱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很多，我们知道有很多种格局，对吗？财格等等，对吧？食神六亲等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伤，我们一般来讲伤官格，对不对？伤官要么伤官伤财，对吧？要么伤官配印，那么要么还有一种是什么？还有一种叫从而格，就日主落全是伤官，没有印星，没有比肩，没有劫财。那么今天其中有一个叫什么？伤官伤尽。那么伤官伤尽，现在目前有两种说法，普遍大家认为伤官伤尽就是怎么样？伤官伤尽，伤官就是不见官星，全是伤官，这是普遍多的一种说法。但是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看考古书啊？其实大家明白这个意思，伤官伤尽格，伤官伤尽，莫名其妙就是有伤，第一个字代表伤官，第二个字代表官，就是伤官要见官。不是见煞，记住，各位一定要见官，台阶还有伤尽，什么意思？伤官是克什么？伤官是不是克官的？我都听过嘛，伤官肯定是克官嘛。比方说，对不对？丁火的伤官是不是戊土？戊土，对不对？壬子是不是？壬水是不是还官星？伤官见官嘛，为祸多端嘛。但是记住，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反而要见官呢？这种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必须伤尽，各位，所以记住，这才是真正的古人理解的伤官伤尽格。我今天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朱元璋帝王的八字，这个没有争议啊，这个是没有争议的，很多是有争议的，所以这个案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熟听。对于很多人来讲，也许会眼前一亮，这个可能你还是再回到以前我刚刚说的伤官伤尽格，就是伤官啊不见官星，不见财星，日主比较有利，伤官伤尽了，就为奇为就为就为贵，记住错的啊，大错特错。我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我在七八年前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后面你翻阅了大量的古书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再来翻很多案例，像这个朱元璋的案例，所以这个视频值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这么讲？真的，我是很，因为有很多网友给我留言，包括我自己手机里面，很多人给我发信息说："王老师，你能不能出讲一下这个问题？因为有两种争议嘛。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视频，我也看了很多人发的。记住，这才是真，这种才是真正的老祖宗。各位，你想一想，我前面讲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就搞混淆了？那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叫伤官伤尽格呢？而不是伤官伤财、伤官配印？"对不对？从而格，那么第四种关于伤官的格局，这伤官伤尽，前面三种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各位他一定是有区别的，否则他不会有这么一种格局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要去理解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朱元璋是没有争议的，是绝对没有争议的啊！包括你看古书，我们看的很多记载也是没有记载的啊。所以那有些案例那有争议，这个案例没有争议，那为什么说伤官伤尽为贵啊，为奇啊？很简单，伤官，你看朱元璋这个案例，丁火他生，对不对？现在戌月下面见辰戌丑未，夜令是不是戌月？戌月是不是灶土火库？各位，辰戌相冲，然后丑未相冲，然后哪个力量最强？第一个是夜令，记住；第二个是时辰，这两个力量最强，它刚好是戌月未土，记住。如果是辰夜呢？觉得他，如果是他在，如果是壬辰戊戌，把这两个一调换。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帝王了，这就这么神奇。为什么？因为辰夜里面有水气，它夜令嘛。那戌夜呢是灶土火库，所以他自己就会强，明白了吗？首先他自己不得弱，因为你伤官伤尽，因为伤官是泄耗自己的，是我生的。你看这个整个格局，它是不是戊土最旺？它透出什么？它地支是一片土，各位，辰戌丑未是不是一片土？然后呢？它又是戊土，透出来了。那么这里是不是伤官？是不是伤官？
没错。那么有些人会讲，老师，有些人在讲，还是讲最严重的案例，说老师，你看这个论水没什么力量，为什么呢？坐在席上，虽然说锄头里面有湿土，有这是湿土，这是湿土，但是哎，他们两个一冲就会冲没了，水克火，这个，因为它的力量怎么样？这两个力量怎么样？造土嘛，而且他们是一个在液定，一个液定至少占50%-60%，这个占20%-20%，就他们就已经占了70%-80%了。你说这个水和火是不是给烤干掉了？他说这个水没有力量，可以不看。各位，那你说，那如果说这么不看的话，那我告诉大家，那这个能是帝王的案例吗？那么这个就是伤官了，全是伤官了，代表他就很有才华了，他有口才了。各位，他就不会那么掌握生杀大权了。各位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个案例真的是后面我才想一想，算了吧，讲出来吧，我还是讲出来了。真的为了这一点，很多我相信，也许很多人不觉得为奇，对吧？但是大家记住，就像我们啊，去年过年回家，像湖北、安徽、河南那一带，各位堵在路上堵了4-5天，你发现回家的，各位，这个在家的感觉真好。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去堵车，堵了4-5天，各位那种什么感觉啊？又冷又饿，你没有那种体会的，你还被抱怨吗？人也是这样的，你自己在学东西的时候觉得哇，这个我得到了，各位，但是你理解透了吗？有理解透，有悟透，你才能举一反三，你才能就像我说的，我相信视频面前很多我的粉丝，我的铁粉都7-8年，对吧？很多人啊，他对吧？他不但找我看风水，而且他对不对？在四柱，在我说过，看八字四柱，一定要把以前的事情给你抖出来，说出来，以前的事情都说不准，没有用。我说过，我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经过实践的，我从来不拿一个戏的，因为老师我相信因果的人。啊，所以呢，记住，所以伤官伤尽，首先是伤官力量要强，第二个是自己日主不能弱，否则你怎么管呢？第三个是要见官，必须见官，但是要伤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官星，你看这个官星力量，你这个伤官要能把这个官治得死死的，各位，这叫伤官见官，要把它伤尽，伤尽的目的就是要把它管得死死的。各位明白了吗？这样的理解，它是不是古伤官伤尽？其实是四个字已经告诉你答案了。你怎么会那么理解呢？伤官，第一个伤代表伤个要有伤官，第二个要见官，见了官是不是才伤尽？你没有见官还叫伤尽吗？各位，那就不是了。那要么就从而格，那要么就是伤，那要么就是伤官格，就不是伤官伤尽格。记住，从而格、伤官格、伤官伤尽格，是不是字都不一样？各位明白了吗？所以一定要去理解字面意思，其实还有很多人会，所以说你学东西，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名师，找不到一个好的教练，找不到一个有结果的人，你说你怎么学？你学了，为什么很多人，你看我带了很多弟子，对吧？有些人怎么学了7-8年，我有个弟子，我看应该是12年前，对吧？就我到了2009年。不止了，2009年现在已经什么14年，对吧？出去学八字，学了好几个老师，然后来到我这里，我还是断不准，为啥？学错人了。当然他是你的启蒙老师，你要继续学，啊，要感谢他。所以呢，这是你跟他因缘。所以伤官，第一个伤是代表伤官，第二个是叫见官，要伤尽，伤官伤尽嘛，对不对？要把他伤尽管得住。各位，你说这个戊土能不能管得住？完全管得住。这个官星什么？什么是官？官。知道各位，伤这个官代表他有官，代表怎么样？他管着这个官。各位，伤官他能制住这个官，你说他有多厉害？所以说，各位他是帝王，下面所有的官大不大？各位大，什么2品、3品、4品大不大？大，但是一切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一切在他的掌握之中，这才叫伤官伤尽格。我不知道我这么用心的跟大家讲，我大家有没有理解？因为这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句话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的，包括佛陀所说的，很多人都还认为他不对，但很多人认为太对了。各位，真理的东西不会因为你说对不对。好，其实所以要记住，伤官伤尽格，一定要见官星，官星不能太弱，把它管得死死的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你这些官都在我的掌握范围之内，所以他是帝王。 OK，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大家重复多看几遍，真的是干货啊，很多人是给我发信息，我是觉得我要把它说出来，谢谢。